国庆连假，玉里警分局防诈试诈宣导工作不打烊，特别和富里乡农会合作，派出了最受小朋友喜欢的大头刑警公仔和最红的福星一起来站台宣导民众防诈试诈。难得的画面不仅是游客民众可以留念，对于诈骗手法及防诈 PEPPO 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当网红美照连发在各大社群网站的农会爱心福气大猩猩，与一里警分局侦查队大头刑警公仔同框，立刻成为了瞩目焦点。现场游客民众争相合影留念，警方也把握机会防诈试诈宣导齐发，加强民众反诈试诈的观念。反诈骗专线，对，有印出来，来是什么？165号要求说。提领现金、交付银行存折或者是印件等等，需要提高警觉，立即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请问这个问题是对的还是错的？对的。对的，答对了。民众与大头刑警公仔福星一拍即合，玉里警方也顺势宣导，把网络假投资或猜猜我是谁、网络情人、假检警调等诈骗骗术一一戳破，教导游客民众防诈骗波，游客民众都高度肯定。宣传啊，宣传什么？用来反诈骗啊。啊，女朋友有没有就是被诈骗的经验？有，我也有。也有哦。对啊，所以他们在这边做反诈骗宣导，你觉得赞？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认知的部分，就是增加一些民众对反诈骗一些意识的概念，这样子的。双十国庆连假，富里乡农会稻草地景艺术园区游玩人潮涌现，玉里警分局侦查队也结合农会共同合作进行防诈试诈的宣导，提高民众防诈意识与警觉心，一起打击诈骗集团，守护自身的钱财。那我们今天想说利用一个连假的人潮，有一个人潮聚集的地方，那我们做一个反诈骗的一个知识的宣导，然后我们提升哦民众哦，避免民众哦有一个被诈骗的一个部分哦。那最近哦，一个诈骗集团因为一直持续在更新，所以我们也会用一些实例的方式哦去做一个宣导，让民众更加深这个印象。诈骗集团诈骗手法日新月异，玉里警分局防诈试诈的宣导工作也与时俱进，千变万化。这一次出动大头刑警公仔与爱心福星站台宣导，就是要提高民众试诈反诈的能力，减少民众受骗上当的机会。记者石玉兰，富里乡采访报道。